人们，品徽州秀美之城，看黄山，千锤百炼，薪火相传，让我们做一名徽文化的传承者。站在国际会客厅，与世界对话，欢迎你们来到中国十大秀美之城黄山。Hello， 黄山。让我们做一名对外宣传的传播者。用心用情守护美丽家园，让我们做一名大黄山的志愿者。创意黄山，这里有万千期许，世界乡村，这里是旅游西地，绿野仙踪都在西西南里呼吸，常带深山民宿 2.0 用毛峰洗礼，三江汇聚地再遇见屯溪，清明上河图老街牌坊一直都在耸立，创意黄山万千期许，青年发展 C 位迸发青春活力，青春黄山与青年同行，生态型国际化，世界级无限魅力。又说了这么多，有没有爱上黄山？哟，我说了这么多，有没有爱上黄山？二三二。